这李荣怎么还没来啊？小妞儿，小妞儿长得不错呀，陪大爷玩玩啊。我看你们是找死。大哥，这娘们挺横啊，要不我先搞搞她。姑娘，身手不错嘛，既然与姑娘这么有缘，不如跟我去酒楼喝一杯。姑娘，身手不错嘛，既然与姑娘这么有缘，不如跟我去酒楼喝一杯。关你屁事！你不会真看上老王了吧？那个面瘫脸不值得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你。还是你皇嫂本王的正妃，若是再有下一次，墨玉，你这剑好久没见血吧？王爷，不是你看见的那样。不用向本王解释。墨玉，在。送王妃回去，另外一个月不准出府。王妃，请吧。王爷，